陆小凤啊，太过分了，哦，扔下我们就不管了，啊，他还想不想去拉哈苏了？你放心吧，要陆小凤不管闲事儿，那可比杀了他还难受，他会回来的。就是，三个老怪物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老本领，说话留点神，小心咱们吃不完兜着走。就是吧，说话也不看看地方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他们可不会怜香惜玉的，那是翻起脸来哈，比猴都坏。哎，客官，哪边请？哪边请？小二，啊，来点韭菜，下两碗面，马上到，马上就到，快，好好。奇怪，这两人好面熟啊！该不是为了罗刹玉牌来吧？哼，哪个不怕死的，敢打罗刹玉牌的主意，我就让他万箭穿身！看样子，不怕死的人还真多，又有一个朝我们这儿来。西门吹雪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有人要我来，所以我非来不可。是不是陆小凤？不是，是他。皇上。你该走了。你要我走？你总不能待在这陪我一辈子。你告诉我，飞天玉虎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有机会我碰到他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这笔债务。他长得瘦小，身世隐秘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世和姓名，连我在内，他的武功高强，生平没有遇过对手。我？这么？难道你怕了？怕的是小狗。不过他太神秘了，我跟他比起来，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。没穿衣服，到拉哈苏去，是会被冻死的。那边十月不到就封疆了，你最好买件皮袄御御寒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那边的人对陌生人总是怀有一点敌意，所以除了两个人以外，任何人跟你说的话你千万都不要相信。这两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？对，一个叫老山羊，是我父亲的老伙伴，另外一个叫陈静静，是我的死党。嗯，找到罗刹玉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带来给我看一看？你会在这儿等我吗？当然会了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能去什么地方？你风流够了吧？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飞天玉虎砍断了丁香你的双手？你为什么要我去看他那副凄惨的样子啊？你以为我的心肠很硬是不是？承受了那种事？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把信给我的是一个长得又瘦又小，眼睛像老鹰的男人。飞天玉虎，你在哪里遇到他的？你想干什么？哼，我要在他脸上开花，告诉我他在哪。在村外的一间荒废老屋。飞天玉虎，你给我出来！滚！
你的剑法虽然不错，可是我还是要在你的脸上开花。站住！我就知道我一出手你就会现身。你早就知道我在这儿，这还用问吗？如果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就不会急着向我出手。他明知道我找的不是他，所以他就先偷袭我，这必然是为了保护你。你说的不错，他对我是一向非常的忠心。能让夜半追魂这样的高手对你忠心耿耿，可见得你不是个等闲之辈。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亲命要犯蒋德胜。骆小峰，你果然真是好眼力。哼，我的眼力还算可以，不过你的笑声却不怎么高明。为什么？你的笑声有如强弩之末，可见得你一定被人追得很惨。你知道追我的人是谁吗？世上能赢得过夜半追魂的用剑高手并不多，不过我却认得一个。谁？我的朋友西门吹雪。西门吹雪是你的朋友？哼，你知道你的剑法怎么会输给西门吹雪的吗？就是因为你心浮气躁。一个用剑的高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。骆小凤，如果你有胆子的话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。胆子倒没有，好奇心倒是不少。好，现在请跟我走。这个地方要是没点胆量的人还真不敢来呢。不错，就是因为没有人来，所以我才高枕无忧。你还高枕无忧啊？嘿，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你还是快说出你的用意，这儿再待下去我会做噩梦的。这是给我的。不错。干什么用的？作为你回家去的费用。你要我回去？对，叫你回到那款红十丈的花花世界，就当你从来没听过罗刹玉牌的事情。你这是利诱。对，财帛动人心，这是实在的东西。我要是不肯收呢？那我只有微破了。哼，你想的还真周到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高手是不轻易出剑的。只要我杀了陆小凤，我就是高手了。小凤，小凤，这王八蛋跑哪儿去了？小凤，来。听到没有？臭东西，这个小王八蛋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坏东西，我每天做你的奴才啊，伺候你吃饭，伺候你大小便，伺候你睡觉啊，还怎么样？我今天不揍你才怪了。臭东西，臭小凤，你想干谁呀、啊、你？哎，我在自己打我自己。哎，你看看到没有？人不如狗啊！嘿，这个年头人不如狗，人不如狗。徒弟，人不如狗。干嘛？畜生是不会说话，你干嘛老打他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！我告诉你啊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打他，我可不饶你。哎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我是你丈夫啊。我没说你不是啊。哦，哎，那今天晚上哎。我睡床，他睡底下。不行，
干嘛？他睡地下会着凉。哎，会着凉？我住了两个晚上了，你没心疼啊？啊，这咋呀？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？哎，对了，小司空，嗯，陆小凤呢？他回来过，又走了。哦，上哪去了？他说要去找飞天玉虎。飞天玉虎？哎，花明，你知不知道刚西门吹雪追来那两个人是谁呀？你不是说你想不起来吗？现在我想起来了耶，那两个，其中一个是夜半追魂贺连海，还有一个是江南第一大善人贾乐山。哎哎哎，这些东西是会要人命的呀！你说对了，我们就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看来你这辈子都休想成名了。呀！这黑白无常都是活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陆小凤，你再看看，连判官都是活的。简直是救狼犯蛋！站住！江德山，威迫利诱都没有用，我要走。快点！三个老怪物，我猜呀，他们那儿一定也有情况了。常言道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陆小凤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他就是你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楚楚。动人，夺命萧国。原来你也听说过我的名字。江南第一美人的名字，我陆小凤要是没听说过的话，那不是白混了吗？这么说来，你是打算要我了？你的确是很难叫人拒绝。你不怕我夺了你的命？哼，你错了。我陆小凤的命不是那么容易被夺走的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对我动手，你找死呀！你们怎么对我动手啊？贺连海，
还站在那干什么？动手啊！早就想动手，不过没有机会。好，连你也不错。众叛亲离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过了今天，你们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陆小凤，他是亲医要害，你千万不能饶过他呀！你求我有什么用？你应该求阎王爷，他才是掌管圣上大权的。这阎王爷也是假的。哼，阎王爷是假的，可是阎王爷后面的人可是真的。贾乐山，你私吞倭寇，为祸害，圣上降旨命我拿你归案，我看你还是束手就擒吧。我要是不能，你要是敢拒捕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吧，贾乐山，我不出手，也许你还有机会，我要是出手，你就完了。呀，我要走，你呢？我要去拉哈苏，你去不去？爷，你可别忘了见问人情啊！贾乐山派来的，他私通倭寇，图谋不轨，死的倒是一点也不冤枉。你是怎么会跟着他的？他用暴力得到我，而且同时抓到那三个人的把柄，那三个人被他逼做奴隶，我也被他逼迫和他在一块儿，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恨他呢？哼，这个人太可恶了，所以你们早就想杀他。对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这么说，是我造成你们的机会的。嗯，所以我为了要感激你，还要准备报答你。哼，你最好说清楚一点，一个女人说要报答男人，通常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。哼，陆小凤一向风流自赏，我可不是那种女人，我所谓的报答只是要帮你找回罗刹玉牌。你说吧，你打算怎么个帮法？贾乐山给你看的那口箱子一共有十二口，李霞她不知道贾乐山死了，他也不知道贾乐山长什么样子，所以你要我冒充贾乐山，然后拿他的钱去向李霞买罗刹玉牌。这贾乐山说的真是不错，你的确是很聪明，怪不得他要千方百计的把你给杀了。
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蒋乐山不是我杀的，你可以不必报答我。你有了那笔钱，大可以一走了之啊。你错了。人有的时候可以有钱，但是不一定守得住钱呢。你的意思是说你守不住那笔钱？那一笔钱在我眼里还不算什么。我明白了。贾乐山号称江南第一巨富，他留下的遗产比那些钱要多得多了。这回你可是猜对了。可是那笔遗产你没有把握能拿得到，因为你怕别人怀疑是你杀了贾乐山。对，一个杀人夫的妻子是没有办法得到遗产的。所以你必须要我这么一个证人证明你没有杀贾乐山。因为陆小凤的话人家是不会不信的。因此你帮我找罗刹玉牌，我帮你做证人，咱们俩各得其所，谁也不吃亏。你是越说越趁我的心了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要向谁证明跟澄清这贾乐山不是你杀的。他的一个总管山口雄三郎。东洋人。东洋人一向对主人都很忠心的，尤其是忍者，已经是到了是非不分麻木不仁的程度了。忍者？你是说是那种会飞天遁地的那种人？不错，你的见闻倒真是不少哎。哼，那我证明有什么用呢？我陆小凤在一个东洋人的心目中值多少钱一斤？根本就不是货嘛。你可不要妄自菲薄了，你的灵犀一指对他来说可是非常值钱哦。说了半天你是想要我做你的保镖啊？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往这儿来了。我不干。你非干不可，因为李霞看钱很重，没有钱你是拿不到罗刹玉牌的。歇会儿吧，啊，大家歇会儿啊。哎，坐坐坐坐，好冷。瞧他那副德行，到哪儿都弄个女人。就说自命风流，早晚会死在女人手里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还是我好，从来不打掩饰啊。你少啰嗦。你说什么？你看我像不像蒋德山呢？外表像，作风可不像。什么作风啊？贾乐山的永远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换成银票啊。哎呀，带那么多的银子赶路不累死才怪呢。可是银子总是比银票让人动心。这也就是贾乐山他成功的秘诀。哎，咱们不要谈这么俗气的东西好吧啊。那你想谈什么？你晚上陪不陪贾乐山睡觉啊？你想？当然想啊。哼，你就又慢慢在这想吧。呀，这笑什么？什么好笑的？来，好玩。好啊，哎，苏苏姑娘，你等等我嘛。哎，苏苏姑娘，你干嘛忽冷忽热的嘛？这山口雄三郎，你去告诉他贾乐山怎么死的。
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我看还是你去吧，我不会说他们的话。你不要担心，他是会说汉语的。真的？嗯。好吧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真的会说汉语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姓陆，叫陆小凤。林夕一子，陆小凤。耶，我在你们那儿也很出名啊。我听说你很风流。男人嘛，难免有一点吧。我听说我们的主人死了。哎，你这人问话怎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呢？谁杀的？哟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打算对付他？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那我就不说了。我不说，我就认定是你杀了我的主人。怎么他的老婆、啊、你不能不讲理啊你啊啊啊啊陆小凤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告诉他什么、你告诉他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你会放过我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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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陆小凤，你的灵犀一子对我的刀是没有用的。你只听说过我的灵犀一指，可没听说过我的灵犀一脚吧？刀还给你。陆小凤，你等着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楚楚姑娘，哎，真倒了霉了，我简直是武大郎翻杠子嘛，两边都够不着了。老实和尚，你在干什么？阿弥陀佛、啊、哎，怎么又在这儿遇见你了？你笑什么、啊、我在笑，你这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马呀。啊，这也叫马？这种马也只有武大郎才骑呀、啊、这什么好笑，有马总比没马好啊。从这儿走到拉哈苏还得要一天呢。你说什么？和尚，我说从这儿走到拉哈苏还得需要一天呢。哎，对不起和尚，我得走了。哎，咱们俩打个商量好不好？咱们两个人骑匹马怎么样？那怎么行啊，你想把和尚我的马给压死？哎，你这个人太不慈悲了。哎，马儿，咱们走吧。哎哎，你慈悲，你慈悲，你就不让我走路了？哎，老实和尚，这到拉哈苏还要走多远了？哎，等你开始打喷嚏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这都没钱了。这个地方你们真幸运了，这个店呢是拉哈苏最好的一间呢，这房间也是哦。啊，各位客人照样歇了，我下去了。啊，还最好还有东西。哎，这个土台子是干什么的？那叫炕，睡觉用的。啊，睡觉用的？睡觉要这么大地方？是啊，六个人睡的炕。六个人？小时空，你是说这儿天气冷，大家习惯几个炕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睡在一块儿啊？那可不，一块儿睡才暖和，一个人睡会冻死的。哦，这样啊。
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睡觉的地方。哎呦，火呢？啊，里面有火，那睡上去不成了烤大饼了？不成，我得想办法去。哎，老婆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哎，我是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要我跟你们三个大人睡在一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老婆说的有道理呀。哎，我老婆怎么可以跟你们睡在一块啊？哎，你们干我也不干呢啊！我也不干，我也没有习惯和别人睡在一块。哟，瞧你们一个个神气的样子，你还以为我喜欢跟你们一块睡啊？我还怕你们占了我的便宜呢。啊，占你的便宜？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？我，好嘛好嘛，要不睡大伙都不睡，就在这儿耗着好了。耗着，好，耗着嘛就耗着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哎呦妈呀！哇，好嘞，有些地方却矛盾了。哦，什么地方矛盾呢？哎，如果我和山口真的很好的话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他死呢？你跟他要好并不表示你喜欢他，你勾引他是因为他是假山的总管，管假山的钱，你就控制他的人。如今假山已经死了，你急于摆脱他，希望他赶快死，这样蒋乐山的钱不都是你的了吗？你真的是很聪明啊。嗯，我的聪明还不止这么一点呢。还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出来吧。你没有把握我一定能够杀掉山口，所以你在走之前呢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在拉哈苏等你。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说的，也可以解释是对山口说的，这样我们两个人不论谁活得到了拉哈苏，你都可以有一番说辞了。只可惜啊，你算错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没死，山口也没死，咱们俩都活得好好的。你，山口没死，你今后会后患无穷的呀。山口，我去对付他。哎，老婆，你抱小凤，我这好冷啊。哎呦，来抱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冷啊？现在还是上半夜呢，等到下半夜那才冷得够。哎呦，早知道是这种鬼地方，我就不来了。哎，老婆。你别打哈欠嘛，我告诉你，打哈欠这玩意儿会传染的，我告诉你啊。
哎呀，身上好痒。哇，啊！哎，不能抓，那是冻疮，抓破了可就惨了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不抓我难受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哎，我也好痒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你别说嘛，说了我也觉得怪怪的了。是啊。你们厂里面一个个都变成了猴子了。啊，哟，你看，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说我们像猴子？你看你自个儿啊，你这个猴笑比我们还像呢。你知不知道治冻疮的办法？啊，治冻疮什么办法？上炕。什么？上炕能治冻疮啊？好，我试试看。管用哦，哎，我冻疮不痒了，我也要去治冻疮，老婆。咱们也上炕吧。山口雄三郎，你给我出来！